其實今天的終極登陸呢，都不是美國，亦不是中國，不是香港，是哪裡，不是上海，是歐洲。歐洲他登陸彗星。是啊。那我覺得個登陸彗星的新聞呢 都很值得看的。可能我這一代比較老土的。飛了十年。是啊，因為我哋呢一代是看到穿梭機升空的嘛，仲有430穿梭機的嘛，跟住就閃電傳真機咯，閃電傳真機都是很上一代的啦，傳真機都冇冇咗啦，放學 ICU 都冇咗啦，有 ICU 呢樣嘢仲 ICQ 冇咗啦，連嗰個名字都勾唔到啦，都仲有嘅 ICQ 係嘛？我哋好像有同事仲 keep 住個 ICQ account 㗎。佢揾翻啲舊情人係嘛？我點知啊？嗰啲年紀都好大嘅啦。佢有啲妹妹嚟識嗰陣時，係唔係嘅？我相信唔係，即係向上爬嘅方法。我諗最大問題係，即係我哋呢一代對於太空科技係有一種熱衷同迷戀嘅夢想嘅。嗱，再上一代咧，佢係對機械人有夢想嘅喎。是 robotics， 因為嗰陣時嘅即係世博咧，世界博覽會咧係好多機械人咁。人形機械人啊，特別係。係啦，咁到我哋呢一個即係你問邊啊，就係對即係太空有好多夢想噶嘛。然之後再落一代，其實又冇曬呢啲夢想噶咯。因為你由克林頓時代開始咧，你其實通訊科技大爆發噶。係。即係大家淨係用手機啊、internet 啊嗰啲，穿梭機都退役。你唔使望住可以望落嚟得啦，即係望住啲腳。咁即係變咗我又對於呢個登陸好重，即係好重要啦。同埋有一啲嘢咧，可能嗰個年代先會咁諗。譬如你頭先話嗰個登陸儀器飛咗幾耐啊？十年啊！飛咗十年喎。係啊。即係你射嚿嘢上去啊，佢十年之後就會到嗰度。會到啊！嚇！咁件事本身係幾浪漫。係啊。你每日都監察住佢，係咯，你等十年都係啊！你知唔知結果嗰個射佢係咁嘅射咗上去，圍繞住個彗星喺度發啊嘛，然之後咧就再射一個即係類似攝錄機咁樣睇落去，咁樣落去嘅嗰個星 ，OK 咯，真係開唔到喎，即係嗰個架，即係射落去嗰個架，即係冇辦法咁樣跌落去，因為十年啊，十年都唔擘，俾飛行間擘唔開。所以唔係好夾啦，咁結果點咧？佢跌落去竟然冇爛到喎，所以仍然都可以拍到嘢，完成任務拍到嘢，絕對啊嘛，係啊，抵賺嗰啲真係，即係佢計埋呢橛啊，唔係歐洲人諗嘢可能又係咁諗嘅，佢嗰嚿嘢著落去壞咗嘅話咧，佢嗰個運載接著陸器嗰嚿嘢咧都可以繼續近距離拍攝嗰個，嗰個已經做到㗎啦，係啊，所以嗰個喺落地之前咧，佢已經係近到係好近嘅，所以呢個終極三公里都可以，即係唔使話一十年，你乜嘢都冇孭住個鏡頭啦，簡單講。係啦，你飛十年，大家日日去望，跌咗落去，咦壞咗，嘣，咁冇咯，唔會啊嘛，咦散啦，係睇咗十年嘅，係啊，即係所以佢好多嘅後備方案。係啊，但係嗰咁我諗起以前阿呂珊有首歌啊，有你記唔記得呂珊？我知3650夜啊，係。未聽過，琴日先同啲朋友講起呢樣嘢，真係，係啊，一係十年係嘛，係，一年365日啊嘛，但其實唔係3650夜㗎，呢個有因為闰年㗎嘛，係咪？應該係3652至23，但係好巧口咁樣，3653夜或者3652夜左右，你點解點咁巧啲咁嘅歌名啫？咁啊係，咁啊算啦，我哋。好老啊！飛行家呢一集，講雷山，佢都唔知你講乜。